大赛过后明晚回谷草九场六点九开跑。简单买大师傅稳阵。第四场九号风筝。此区三场田泰安只能收奖金。今场换上雷神。而雷神试集则新马换上田泰安。看看雷神会否又揀错马。第六场九号爱逍遥。此区今季开始有表现。史卓峰骑过三次，雷神亦只能第二。上次换上潘顿泥地，入直路前用咗一段试准晒。今场回谷草，但抽十一档看看潘顿会否变招。